站在这儿，我都不能专心画画了。我跟你保证，以后你的作品将会是我的杂志每一期的封面。不用特意为我做什么事了，艾伦。我来这儿只是想安静的画画。我知道，只是我喜欢你的作品，又恰巧是这个杂志的老板。除此之外呢？我还是你的朋友，还是……但我在这儿只是你手下的员工，好吗？好吧，那我不打扰你工作了。嗯。大家加油！好呀，哥呢？艾拉，多帮忙一些。郭总放心吧，